欢迎收看《老三讲咱今天要来讲耶稣的故事。你若有机会去澳洲，这个几百年嘅教堂吼，你定定看到教堂的头前咧有轮椅，无济人哦，喏、哦，一个轮椅咧空空空伫迄个教堂的头前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啊，这是有足济人哦，因就是咧就医的，因来教堂。 就是伊茫讲上帝甲伊医治安尼，啊，所以传说中就是足济人咧，互上帝医好，所以转你甲乖呀啦、论义啦吼，全留伫遐吼，啊有影无影，咱无亲目睭看着，咱是毋知啦吼。但是即种传说真济真济啊，咱今日来讲一个耶稣医治嘅故事，就是有一摆呢，耶稣行日路顶吼，拄着一个人，一个乞丐，这个乞丐呢，车名。 所以无法度工作，迄阵咧社会也无什么社会福利、救济金也拢无哦，也无、啊、像咱即马，佮有一点三江基金会，伊是拢无。所以一个车迷朋友，伊只会当你要做乞丐，啊，这个人大家拢不知，是安怎？这个人小做细汉做乞丐，佮大汉，因为伊是出事，清明看袂到，啊，出事就足可怜的啦。 所以讲，只会当讲拜托啦、分瓜啦吼，啊，当嘞，安尼白像安尼看无，啊，当、啊、路边咧用分安尼。耶稣经过诶时呢，伊诶学生知影，因为这个人伫遮吼，逐个拢做试验嘛，哦，所以逐个拢知影，遮有一个菜名做试验著安尼啊。耶稣诶学生啦，总爱问耶稣一个问题啦，讲，诶、欸，耶稣，啊，我甲你偷问吼、哦，你像即种诶吼、哦，生落来？ 生下来都是战争的朋友，啊，到底这吼是伊即个人吼是伊犯罪，啊是伊整死人犯罪，啊是因爸爸妈妈犯罪，无、啊、奈生下来无目睭青眉咧，啊，就是咱一般人嘅想法，啊，所以发现讲犹太人嘅想法吼，我等下甲咱嘅台湾嘅文化佫不离阿像咧，啊，那、啊、看了一个战争，啊，是整死人做歹代志。 迄个老爸老母毋知安怎，迄报应安尼，反正拢足起团水了吼。耶、哦、稣直接讲，耶讲毋是，你毋通看着有人战争，着讲伊这是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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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安尼讲。耶稣讲一个新的观点，耶稣讲毋是伊嘅问题，天生就安尼，毋是伊嘅问题，嘛毋是爸爸妈妈嘅问题，拢毋是。耶稣讲。 世间有人生下来就无完美，生下来都有病，是要献出上帝诶人工。即句我保证大家听无，亚我生嘛听无嘛，讲啊即即即即是什么道理啊？一、这个人生下来，你若讲生做水缘倒，即叫做上帝诶人工。嘿，啊生下来增长，即是什么上帝诶人工？ 即代表上帝失手，代表上帝制造一个瑕疵品，制造一个有问题的产品嘛？耶稣讲毋是，伫世间人的无怨万中间，咱会颠倒看到上帝诶疼。”哦，我简单记一个，差不多咱全台湾拢知影咧。因为咱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做“天使的心”啦，天使心啦、啊。 国铁兵嘛甲因合作啦吼，这是什么手工呢？这个是专门在做即落线落来囝仔一个出世都战争诶啦啊。咱是咧做即个手工，啊，即、這个手工对对开始，对两名音乐家啦，一个大提琴家，啊，一个钢琴家，因太太弹钢琴，先生是二弦啊，大提琴切落。 安尼，即有音乐嘅人吼、哦，两个人拢是足有才艺啦，头脑嘛拢足好诶人吼、哦，想白教，因生出一个囡仔是无健康诶囡仔，所以即个老爸迄阵足歹接受诶啦。伊对伊诶人生是充满了，咁啊亲像音乐安尼足美好诶一个姿态。伊足毋盲讲，伊诶囡仔是足缘投，佮音乐佮正好。 头脑阁诚好，阁读册阁诚牛，啊，将来阁婚姻幸福，这是一对人生一个足美好的期待。即、这个期待敢有过分呢？当然无过分啊。即、这个期待是一个足正常的一个期待，所以当伊生出即个囡仔时候，伊完全无法度接受。伊讲我足痛苦，足痛苦，因为连一个正常囡仔都足歹过啊。嘛，吼，何况是一个残障的囡仔。 你照顾这种囡仔，所用的精神所，所开的金钱，迄毋知加偌济倍啦，足痛苦啦。一般人咧饲囡仔吼，你会快乐，你知无？啊，你 go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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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见人哎，搿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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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哎去，伊会笑，你会感觉啊，足满足诶。吼。所谓爸母当囡仔来睏起时阵，当伊红眼蒙眬吼，边仔咧看都感觉讲，一日诶辛苦吼。 我看到你这个天上的笑容吼，啊，一切烦恼拢全放袂记啊！因为囡仔给咱回应啊，尤其咱啊饲到这类囡仔会讲话，会足古锥的啊！迄囡仔啊，一岁、两岁是有够古锥的古锥啦啊！迄大间看拢看袂生，你知哦，足可爱的啦，哦，足亲人的嘛吼、哦。但是你呐饲到一个无啥会当给恁回应的。 你饲着足辛苦，你会感觉我是咧创啥啦？啊！即、这个囡仔是当时讲话咧，毋知。啊！即、这个囡仔会拢无迄种别人囡仔诶反应咧。你讲那饲种囡仔饲较真挫折感咧，饲较真痛苦咧。但是真奇妙，都、就是伫伊安尼充满了疑问，对人生，啊！你感觉真挫折诶时阵，即、这个时阵伊来认捌上帝。 伊用上帝的眼光甲角度，定心看什么叫做人生？伊体会一点，伊讲哦，人唔通遮自私，唔通你个囡仔高水你才甲听，啊囡仔无高水你就想要甲蛋掉，做人袂当安尼。即咱生嘛，咱个囡无论好歹，系拢咱的。这叫做上帝的心啦，啊、哦，都、就是。 世间人无论戆啦、巧啦、水啦、歹啦，上帝拢听，咱拢是上帝宝贝啊！囝啊，上帝无大世伯，上帝看了每一个囡仔拢是伊所听，包括你嘅表现无啥好，上帝万啊无偏心。所以呢，即名音乐家，哦，即、这个音乐家叫做林兆成，哦，姓林啦，吼、哦，庚九一九。 真定的顶啊！你上网你去拍林兆成大體，大提琴家吼，伊就安尼时，伊规个人生观全彻底来改变。伊怎啊讲？上帝，我即个囡仔是天才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教我足贼啦，好，我对伊的心胸学足贼啦，即个是天才。”所以全罗妹哦，组织一个团体，就叫做天使心。 天才一心啦，哦，啊，何一家的父母，作者拢出有这种囡仔哦。伊讲，恁拢变歹势，即无啥物通好。见效。咱过去台湾人讲话讲，阮囝台湾大学，阮囝长春藤名校，阮囝一个贪玩者，阮囝读书则摕出来点。啊，阮囝啦，小可生较歹咧，较矮咧，咱拢毋敢讲。伊讲毋对，这种观念毋对，哦，颠倒这种囡仔。 也当互咱更较体会生命宝贵，无一定爱优秀才有价值。哦，早生儿，对无喜生儿，早产呢？啊，是讲生了有战争呢？迄嘛是另外一种生命，互咱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迄个生命，真好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就安尼了。 因开始伫世界各地乡，都开始发起即个组织，做了真成功。我用即个真实的故事，咱，即马搁当来讲耶稣的故事，一目了然啊啊，你著看有啊。当耶稣阿先问耶稣讲啊，即个人天生著安尼，是虾米人犯罪？耶稣讲若有虾米人犯罪啊？这是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人生。恁若愿意好好来照顾伊，贵个社会。 做伙来甲伊帮忙，恁会体会到人生的尊贵。啊，耶稣讲了了呢，耶稣怎啊讲？来，我甲伊地又好。圣经记载，耶稣怎啊？配水碗。吼，然后呢，南一六个麦，割割来割割来安尼哦，割来伊的目睭吼，然后甲讲啊，你去一个地啊，叫做西罗亚地。 你去说说咧，你都看到，因都带这个亲密朋友，转去那个底下说说咧，一个说这个人目睭怎看到？哦，目睭看到，大家拢足惊吓，讲哈、啊、哪有这种代志？我即摆问大家一个问题啦：，既然像这种亲密朋友，会当带互咱足起人生的开始，耶稣都卖甲伊就好啊嘛，是毋是？耶稣既然讲， 这是要看到上帝的真光，安尼，让大家继续看到好啊！哦，耶稣想要给医治咧，耶稣给伊治的原因是因呢，耶稣要让世间人知啊，讲这种问题将来去上帝遐，拢会当解决。所以耶稣就将这个生命医好，我咱人有盼望。所以咱们现在看到世间所有即系无正常、无健康嘅人啊，吼。 将来当去到天顶诶时阵，拢总会变做健康诶囡仔。啊、哦！上帝给因暂时伫这个世间，给咱看到生命无共款个角度，给咱学一个功课。但是因绝对袂永远安尼。有一日因当去到天顶，哦，世间是暂时尔嘛。哦，有一日因当去到天顶的时阵，上帝会给因一个完全健康个身体。 所耶稣用甲即个生下来青盲病人医药好，带予咱世间人盼望。亲爱朋友，世间所有诶无完美，将来去上帝晓了，拢总会得到解决。所以真正邀请你赶紧就爱来信耶稣，吼、哦！后一集请继续收看耶稣诶故事。